重力是身体是往前，就是手拉住身体在这个位置。我应该是一样手选择的。对，我反正他问。来，就位了，看一下第一遍。外面的围上来的人家喊的是。我的狗儿。阿 K， 你知道你在干嘛？知道啊，站在门口。你在喝醉。对啊。那也是超奇怪。那现在是两个 OK 了。好严重，没看到。刚才那样找出来，找出来，有一种找出来，这是我们房间，你们想干嘛？举手被问话了。哈哈哈！哦，是。再换个姿势，再换个姿势。Oh my god！ 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谁？你爸还是我？我的狗。来 ，dog， 不是这只。这只没办法包。这只破产了。我光买饲料就不行。请问你三斤九是保路吗？如果是狗的话，肯定是那种保路。拉布拉多啊，或是巨型犬。大猫。哈哈哈哈哈。在一个公园。那我说那个大猫。笑死了。再有的。很乖。合法传话你作证。合法传话你作证吗？你没有正当理由。没有正当理由。也不请假。也不请假。所以依法拘提。刘川都住在宿舍，根本没收到通知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拘提他？就刘川文的儿子啊。好，我拉你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这样。不要。好了，好了。你这样。看我的是谁？卖啊！卖。转账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我只是要客串五天而已耶。你不要再往那个右脚哎，好难客串五天。给照，给照了。不要真把真实那颗心。正在录啊。在录了。在录了。为什么要害羞呢？因为他待会要。换拍他那一面，所以他在培养情绪。我这么做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行为，但他现在因为要哭，所以没有戴隐形眼镜，看不太清楚。大家看他在装萌，装萌，多少少男都说 Oh my God， 他那个表情太犯规了。他现在要跟我讲电话了。喂，我要帮你抓一些不错的东西啊。专案在录啊，专案在录啊。不会，怎么会这样说呢？啊，我不吵你啊。啊？啊？不吵你了。哇。快点，不然这对话会被 ING 录进去了。快一点。你打电话过去骂他，你很坏。为什么？我埋怨他。人家都说我的女儿最漂亮。嗯。人家说你安配你别提过。讲话配你别提过呀。当然啦，你老啊，你老岁仔娶幼某，还佫生一个水查某囝。
哎，我基因好啊，你讲安尼。对啊，基因。跟爸妈一起对戏的时候真的很棒，就是在现场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。因为爸爸爱唱歌啊，爸爸爱唱歌，然后妈妈跟他说，他会有很多的对话，然后变得很好笑，很有趣。哇，还好有这个后话的妈妈来。后话什么意思？搞位啊！喂，后话。搞位妈妈来，哇！阿伯哦，他恁家笑的没有？是还好有你们，有我的爸爸妈妈。来了，大家辛苦了啊！辛苦了。今天是我们系的杀青戏，这么开心啊！你确定你要这样子露出 ing 吗？很多的时候都是自己挖洞给自己跳的。最后一集啊，对，最后一次。好，翁之曼在这边，对，翁之曼在这边跟大家谢谢。从此演艺生涯之后，上次试演就自己说，翁之曼，你知道哪里？我说绑哪里最安全？我说人家绑身体是基本，然后绑脚是比较勇敢。那其实最安全、最安全的方式，其实都不是这些地方，是绑头、颈部这。所以等一下我会跟教练要求，在翁之曼要跳的时候帮他绑颈部。你跳下去也不会叫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觉一点都不怕。因为很勒死，你不要乱叫，不可以学，不是这样。你很喜欢玩春燕跟黄飞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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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就仿佛真的要跳，本来就真的要跳啊，真的啊，没有在有借口，我们从头到尾都只是在敷衍白雪，从头到尾就打算要跳，先把他哄来，人来了你就听我们的，刚刚把我妈妈抓走，要真的跳了，谢谢苏强，写一下啊，导演来交给你了。导演说这么傻，刚跟我说那个谢谢书写他很棒，那个受益人写他原来是这个样子。我有光弹跳，就是自己跳一个一个跳，结果有双人的，就是要两个人抓着对方一起下去。然后刚刚教练说，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踩稳下去，另外一个就会跟着下去。我想慢慢才有可能这样，有种他就在上面很嗨。事到如今，跳吧。我的正好，白雪，没有了，撤吧。好，结束 ，OK 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杀青了。各位可以用我们的声音当作结束。杀青了，杀青了，我没有反应快，杀青了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一定要来看一下。我们最大功臣，导演。导演。导演，导演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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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导演，快快快，堵住导演，快那边。导演。辛苦你了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车小心啊！车子啊，小心啊！导演怎么样？这是导演杀青的感言，车子小心。导演今天才是我们真正的杀青，难过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是吗？当然是这样子吗？我怎么突然好想哭了吗？我觉得好卡。为什么？我就答应讲完那句好听了，突然被唱中了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剧里面女生都好可爱啊，真的还蛮感动的，因为拍了半年了，然后就是很多的喜怒哀乐，很多大家一起努力的故事。我们就像一个家人一样。对啊，大家辛苦了，相处了这半年，然后有很多的辛苦，有很多的欢乐，对，在今天好像要结束了，嗯，很不舍，很舍不得，怎么办？不知道哎，那我们继续拍后续片好了，续集，演到50岁，演到60岁，我的上班年代。好
我的老人，我的老人津贴，自由年代杀青。哦，自由年代杀青了，大家再见，谢谢大家支持。自由的路还没有结束，大家要持续的自由。